哥，其实我不傻，你对轩露露不也一样吗？那轩露露对你又什么样呢？算了，咱哥俩不说，都在酒里。林飞，哎呦，是林哥！哎呦，真的是！哎呦，这么巧呢！哎呦，快坐上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这路过了。哎呦，看着这人像你吗？哎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那个德发，这是我发小石林哥。你好。你怎么样，哥？我呀，还那样。这么多趟云南跑，我就发现今年是不是没拜太岁呀，还是怎么的？做什么事儿都不顺。这两年挣点钱，五十一早打下去，要不然我能让你哥俩在这儿喝，早带你们俩去海参鲍鱼、山珍海味了。和我妈之前做玉器生意，不太景气。啊，谁说的？要是真有一批好石头，我这一下子就能东山再起。哎，鹏飞哥，我有个主意。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干，干脆你跟石林哥一起干得了。你还别说啊，最近啊，我相中了一批石头，以我这么多经验看，一定能出来好货。咱们大家要是能凑点钱，把给拿下，我保准咱兄弟们一下子就能翻身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跟哥赌一把？来一把！哎，试试，放心，肯定没事。怎么样？行，好。服务员，拿酒杯。这场秀呢，不单是为了公司的品牌宣传，还要推出几个模特。公司已经决定把模特经济当做未来的一个重要盈利点，这个方面要多用点心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总监。还有就是，关于模特的人选，我想了想，就让杨雪曼和她身边的几个模特上，到时候看谁表现好，咱们就重点打造谁。我会认真执行的。行，你出去吧。好。多余的椅子拿出去吧。杨雪曼，过来，你仨都过来。啊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嘱咐两句。今天呢，媒体比以往都多，来的可都是贵宾啊。Helen 都跟你们交代过了吗？那你们可要好好表现啊，我可是要坐在下面看的哦。那行，你们两个先去准备吧。好。小雪，其实你的资质很不错，但就是被人挡了路。今天走完秀呀，我要去买一张彩票。我也买，趁这个好运气，说不定中几个。你们俩别想那美事了，赶紧换衣服上场吧。等一下，今晚的秀你们不用走了。你凭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怎么还不上台啊？你问他。卢总监，是我不让他们上台的。谁给你的权利？这是金总的意思。听说他请了个刚成名的模特，今晚所有的秀都由他来压轴，其他人都是陪衬。他人现在就在贵宾化妆室。
底是谁搞的鬼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明天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否则立马滚蛋。瞒着我和思思陪轩露露去参加比赛的事儿做得非常不对，你必须要跟我俩道歉。轩露露是获奖的模特，对公司有利，我是为了公司着想。你少给我来这套，这中间有什么猫腻我也不想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以后做事情老老实实的，再有第二回，以后公司的事情你都不许插手。当然了，轩露露这次能获得国际比赛的第一名，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。就算你有什么暗箱操作，她能得第一，也说明了她本身就有这个实力。听说她过段时间还要到国外参加比赛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想表个态，公司呢一定会全力支持。所以说，思思，我希望你能公私分明。你跟你的下属不可以再给他穿小鞋。阿姨，我没有。你还敢说没有？你打轩露露砸东西的视频我都看到了，你这样多不好啊。你是什么人，他是什么人啊？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，你这样做要是传出去了，丢人的可不是你自己。阿姨，我没想到他太有心机了，他居然在家里安了监控，是他先刺激了我，这就是他给我设的一个圈套啊。那个监控是我安的，我是为了防贼用的。我真没想到啊，拍到了你的丑事。我跟轩露露的事情你再纠缠不休的话，我真跟你翻脸。行了，金浩，你闭嘴。你再动不动就跟思思翻脸，我可真跟你翻脸了。你俩都给我记住，以后得注意形象，这份家业早晚是你们的，以后得让我放心，都懂了吗？知道了。阿姨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我这么说你俩有意见吗？我没意见。轩露露的重新回归让卢思思措手不及，看来她太小看了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人了。夏鹏飞，你怎么找事的？我听雪妈说你回来了，我打听到你搁这楼上住，我来看看你。
奖了，恭喜。我刚回来，公司就给安排了活动。我本来是想等我工作安顿好了就去找你，你不生气吧？看你说的，我哪能生气呀？我高兴还来不及。那就好。这段时间，我听别人说，你们公司的那个金浩在追求你，而且你们俩已经……你信吗？只能说我不知道。你的疑心病又犯了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我不该怀疑这些。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，我就想从你宣露露的口中听到一句真话，你和那个金浩到底是不是在一起？夏鹏飞，你真的很自私，你就那么见不得我好是吗？你生怕我翅膀硬了飞了是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滨海去北京这么大的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吗？因为我知道你在创业，我怕干扰你，我怕分散你的精力。可你呢？我前脚刚进门，累得像狗一样，你后脚就跑过来质问我，我处处为你着想，我求求你能心疼心疼我吗？我怎么没心疼你？你把窗户打住了，你从消失到现在，我联系上你吗？我问你开过机吗？我知道，你弄了那个软件来的，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。我本来是想等我工作安顿好了，我就去找你。我想跟你说没关系，大不了从头开始。可你，你明明知道我去参加比赛了，你不问我累不累，有没有受委屈就算了，你大老远特地跑过来就是问我是不是跟别人好了是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很多方面做得很不够，我对不起你。手这样的话好吗？没错，为了那个金浩对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跟谁有关系？对，他有钱，他比我有钱是吧？夏鹏飞，你觉得这是因为钱吗？那是因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的钱吗？你有钱吗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嗯，一个女人宁可委屈她自己辛苦她自己都没有给你压力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我的所有工资，我所有奖金，我都给你了。我对你的态度怎么样？你自己问问你自己。那你现在是说是我的问题是吗？你觉得是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没错，露露，你从开始对我非常好。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，我现在对你为什么不好了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不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呢？我找不着，我不知道从哪找，不知道。我现在是想赚钱，我是想过更好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我靠我自己去努力，我自己去拼，这都不行吗？我警告你夏鹏飞，你要是敢在我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来打扰我，我恨你一辈子，你信不信？好了，诺，我知道我今晚上从你的口里得不到一点答案。我他妈错了，你忙你的事儿，好吧，我等你的电话。到。看这一期的时尚杂志。
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哎，别提他了，烦死。谁那么烦我呀？哟，这不是露露吗？快坐，快坐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特想你。听说你得冠军了呀，姐妹们都特为你高兴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咱家露露成名模了，做姐妹的脸上都跟着沾光呢。其实我也特别想大家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个饭，还是上次的地点和时间，大家可一定要来捧场啊。那必须的呀。哎，说好了啊，露露今晚请大家吃饭，谁不去我跟谁急啊。哎，我也跟他急啊。咱家露露跟金浩还真是天生一对儿，就是。哎，露露，你这要是当了老板娘了，你可别忘了我们大家呀。就是、啊。开玩笑，我不喜欢。以后谁也不许说了，要不我跟谁急。来喝酒，来喝，恭喜恭喜恭喜了。什么老板娘啊？充其量就是小三一个。Helen， 我承认，我的确喜欢金浩，可是姐妹们都喜欢金浩啊，是吧，姐妹们？就是就是，我跟你说，我都爱爱爱爱死金少了。如果金少娶的是我，那该多好呀！你听听，姐妹们的心声就是我的心声，难道想想还犯法吗？当然，调侃归调侃，我做人还是有我的原则和底线的。我是绝对不会当别人的第三者的。不过，就算是当第三者，也比当别人的跑腿的强大。不用主人咳嗽一声，就到处乱咬人了。宣露露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呦，海伦。大家好姐妹，我开个玩笑，生气了？你不会以为我说你们吧？你，艾伦，我敬你一个。我承受不起。等等，你来我的酒局不跟我喝酒，你不想完成吴思思交给你的任务吗？你别光顾着跟姐妹们喝酒，把我都给忘了吧。我在一边都插不上话了。雪，你会为我高兴的，对吗？宣露，你真令我刮目相看，我佩服你。什么好谈的呀？今天我找你来，就是想听听你对宣露露的不满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等等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现在宣露露也是你的敌人。
你跟卢思思把轩露露当成敌人，但轩露露对于我来说可以是朋友，也可以是敌人啊。你真的好纠结呀，你能不能直率地告诉我，现在的轩露露到底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？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我找你是有位重量级的人物想找你聊聊。小雪，我说过要捧你的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我根本就不想做名模，也没有做过这种梦。我只想多赚一点钱，但是我想不到名模的意思。你没有野心，这点我非常的喜欢。像我这样的女模特，能有什么野心啊？现在的男人都喜欢小鲜肉，我又不是小鲜肉，也就只能这样。Helen， 哎，我认为以后要是有好的广告工作的话，可以先让小雪挑，报酬的按最高就算了。好的，那我先谢谢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轩露的老底告诉我？薛露露有个男朋友叫夏鹏飞，他们俩谈恋爱已经五年了。薛露露，你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苦等人一个电话的煎熬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不会同意的。我们真的不合适。我知道你舍不得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但我相信，时间可以抹平一切。你是真的不明白，还在装糊涂？你看不出来吗，雪诺诺？我不能没有你，知道吗？送到祝福的亲人是吗？我想如果是真心爱我的话，你会祝福我的，对吗？你还记得《大话西游》里紫霞仙子求出的台词吗？我希望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，会踩着七彩的云朵来娶我，你懂吗？我会给你时间，我相信你会回心转意。对了，我最近又开始创业了。和我的发小石林哥在做玉器生意，最近生意还行，这里有10万，给你，你要答应我，等着我好吗？骗我是不能收的，只要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很开心。我真心希望你好。答应你等着我，好吗？林飞，
家。就算要分开，我也希望好聚好散。行。请我进去呢，还是我闯进去？行吗？你是又来找事儿了是吧？卢总监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您是来找我的吧？你少自以为是，我是来找金浩的。你有事说事儿，没事走人。有些风景照，想必你看了，一定感兴趣。叫夏鹏飞，轩露露，夏鹏飞是谁？不用我多说吧。卢思思，你的手段高明。这个夏鹏飞是谁啊？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也不要问，我定下来吧。就是照片上的人，还有夏鹏飞，你去问他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去问吧，我在车里等你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金浩，有件事情呢想问你一下。哦，我们认识吗？薛露露，你认识吧？哦，你是露露的朋友。我是他的经纪人，我想了解一下呢他的个人情况。听说你是他的男朋友，我就问一下。男朋友啊？我跟露露是很熟，但据我了解，她最近没有男朋友吧？哦，
是吗？你听谁说的？你找我来就是问这事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呢就想了解一下他个人情况。哦，这样对他的发展有好处吗？对对对，露露有你这么负责任的经纪人啊，真是很幸运。他以后啊能发展好就靠你。我作为露露的好朋友，也希望他发展的好。有什么你就问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。我就想问一下啊，你跟轩露露熟到什么程度啊？约过几次会吧。朋友之间的约会。哎，说白了，像露露这样的女孩，十有八九男人都喜欢，我也不例外啊。但是我很明白，露露不喜欢我，这也难怪。像露露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怎么能看得上我呢？朋友的约会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八卦记者说你是她绯闻男友，拍到了在海边约会的照片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吧？朋友叙叙旧，可以在餐厅啊、咖啡厅啊，也可以在海边。我们选择在海边，这很正常。哦，是。我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啊。啊，你说。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呢？这还是别说了吧。不，这当然得说呀，这关系到他的发展啊。借钱？哎，这只能咱俩知道啊。以后这些小报记者呀、杂志记者什么的，如果用这种照片来炒作、来诋毁露露的话，我第一个站起来，我起诉他。好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都是为了露露啊。对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没事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。拜拜。再这样，我真生气了。铁哥，我现在真的很累，我不想我和你都要在刘思思的监视下生活。静一静，我喜欢你是一回事儿，但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愿意向你解释，是因为我在乎你。但其实，我完全可以不用向你解释，因为你不是我的谁。那是因为卢思思想破坏我们的关系，
我是很信任你的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想想彼此的关系，因为我不想再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说闲话了。在此之前，就不要见面了。可以找我吗？那就谢谢梁总了。其实我一直想和你深入了解一下。路还长，走着看。蔡蓝，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吃饭呀？哎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吃饭还不错。梁峰，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看到宣布了吗？他跟你金浩分了。怎么？前吧，还真没感觉，现在还真有点意思。你神经病吧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跟谁上床都不能跟他上床。你有病吧，刘雪曼？老子想跟谁上床就上床，你他妈管不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混蛋，流氓！我滚蛋，全给我滚蛋！滚就滚！神经。此刻，轩露露终于站在了这个城市的顶层，但对于现在的她，这些远远不够。而对于别人的伤害，轩露露更是顾不得了，她一定要成功。做吧，我需要你帮我炒作。这件事情很急迫，我刚刚得了奖，要趁机造势，不然过了这个时机，就是在炒冷饭了。没想到你的野心还挺大。有野心不好吗？好。我喜欢有野心的女人，梁总。我在很认真的和你在谈工作，我希望你正经点。我像正经人吗？我知道你不是，但我是。我就喜欢正经人。
请上。哟，金大少，怎么来查岗吗？梁总，您误会了，金少是我的老板，我们就是合作关系。真的吗？不是吗？你们俩怎么凑一块儿了？当然是约会呀。约会？我现在在追求轩露露小姐。梁峰，这大白天的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看看，生气了啊！轩露露，你不说你俩没关系吗？梁少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们两个有关系吗？